安全可口、品质上好、价小丰都的麻油啦。咱台南市的麻油哈，这个耕地大概占全台湾80%到90%哦，啊，产量也大概是这个数量，所以最多数量最多、品质最好、价格最公道的麻油就在台南市。不错哦，您来尝尝烧酒鸡。我们用胡麻油再去熬煮的。烧酒鸡是好，现在是比较冷淡的，你们讲哦，别再敢用哦，它烧它好吃。好，来第七道，哎，这道不错，节节高升龙胆斑。我们用比较贵的龙胆下去做三杯的，也是用胡麻油下去做的。OK。